来，我们今天早上栽一个大佛手型的啊，非常好看的一颗花，来栽种一下啊。这花就是佛手型，很厚很硬。然后看这个大白花根儿，现在专业的罗师傅啊，已经在他这小摊儿上开始栽种了啊。这是我的工作台呀。工作台。先底土啊，先垫底土，垫完底土之后，然后给它续根子啊，看见没有？往根子里面塞土。这个大花往根子里塞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多层次塞啊，一定要多层次塞，看到没有？我在周开之后，每一层的根系都给它塞，塞完之后绷住啊，绷住，别让它个塞完土掉下来，看到没有？绷住，翻个面啊，翻个面，继续塞啊，继续塞，知道不？这一层一层的啊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里边塞满满的，这根系这个护心土啊，就是护根的土，你塞的越多啊，你这个根子会养的越来越好，它越疏松越透气，看到没有？来，这样拢住啊，这样两手绷住，看到吗？一点土不掉，是不是？轻轻这么往盆里放，不要直接立起来啊，不要直接立起来，这么放倒啊，然后这边手不停，这边手开始往里塞根子，这边扶正花啊，知道不？哎，这样式，哎，这样式，哎哎哎，好了，完事啊，这就是正正叨叨的啊，正正好好的中间，然后继续添土啊，这个添土添到平，然后再摁啊，再往下摁，看到没有啊？来，那这种情况啊，哎，使劲往下摁，哎，沿着喷边缘往下摁啊，再沿喷边缘往下摁。往下摁 OK 了，你就这你怎么晃荡它都不带倒的啊，谁要摘完了晃荡，那不现实啊，不现实，抓一把，这一盆一把是不够的啊，再来一小把啊，再来一小把，这样是啥这些，然后继续啊，继续添土啊，继续添土，看到没有啊，哎，添完土了，铺了平了，然后继续摁啊，继续摁，铺了平了，继续摁，来，又摁出一条沟哈，又摁出一条沟之后，然后这个矿物固体肥啊，抓一把，均匀的啊，沿着盆边缘均匀的这么撒一圈就行啊，看到没有？看我手没有啊？就这样是很均匀的，你看，哎，我这一把整好，刚刚好，哎，刚刚好，看到没有？哎 ，OK， 来，再继续啊。哎，好，这个就完事了啊，就完事了，哎，就这样就行了，直接浇水就行啊，完美，漂亮，漂亮吗？